好，我是树林，今天来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放松小天地。为什么我可以在浴室待超过2个小时呢？因为我很喜欢在浴室做很多事情。那一进来可能很简单，就是可能卸卸妆啊，然后洗完澡啊。那如果我要去角质的话，我就会在这一边。我几乎天天要么不是泡澡，就是用那个，我有一台那个，就买一个那种坐在里面会流汗的那个，就叫什么，反正就是那种红外线什么的，就冒汗用的。我泡澡还会准备什么蜡烛啊，然后什么，然后饮料是一定的，因为我们泡澡流很多汗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会帮自己准备一杯，就是气泡饮。有没有看到？还有我的凤梨根在里面。对，这边呢就是我洗脸的东西，然后这边呢就是有分比如说化妆水啊，然后乳液啊，然后精华。跟大家介绍我泡澡 的地方浴缸，然后我有很多的泡澡的东西，沐浴盐。打结的沐浴盐，然后一些去角质的啊，然后还有对，就是还是沐浴盐，然后还有很多蜡烛。我泡澡的时候，我就会那个点一些蜡烛啊，然后放个音乐啊，然后看你想加什么就加什么，对，然后就会享受私人的时间。泡完澡，然后我就会擦那些紧实瘦身的霜。然后就是这边这一栏就是一些什么油啊、紧实的，然后这些都是我的工具，就是可以推，反正就推紧实的啊。然后这些都是我的工具，然后还有一些刮板啊，对啊，就是把身体刮一刮，代谢会。